大家好，我叫南日道，我是汉尼中国的学生，我是印度人，印度在亚洲，印度是发展中国家，这里是印度的首都，首都是一个国家的心脏。 印度是一个特殊的国家，印度有7条河流，比如说恒河、亚姆纳河。印度有104个国家公园，印度有29个州，印度有22个雅典。 印度有汉，壮观，比如说，泰姬陵、汉堡。我希望这个今年能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快乐。祝贺，我要祝大家新年快乐。 恭喜发财，祝年旺旺来，祝年到好运到。